你醒了，那个人救了你。他说会带我们到岛上去，他知道岛在哪里，说那地方叫拉库纳。等一下，他还会去找船。什么？不好！阿米西亚，然后我们家之前有条狗，我平时都见不到。因为你不能出去。对，我只能想象在跟他玩。啊，这样啊。我们到了吗？船在哪里？船呢？希望是个大船。不远了，我去把马放了。最后一段，我们走条安全的路线。有海鸥。就只是看一下，行不行？瞧瞧，已经两天了。好，没事了。应该主要是需要多透气。那个地方偶尔还会疼，深呼吸，放松就行。风凉话可不止疼。说话口气别那么冲，有些道理你还不懂。行，所以你为什么又来救我们？为什么没让我自生自灭？我就问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为什么不该放老鼠，直接把你给解决掉就好？我们是普罗旺斯的败类，伯爵想搅了我们，我手下的人，那些伙计，不是死了，就是跑了。迟早有一天，我得落在他们手里。所以你是在逃命？对。不过你们有一样我没有的东西。老鼠。虽然到处都在抓我，有老鼠就不用怕了。我知道那个岛在哪里，只要上岛之前我还没死，就能带你们去。阿米西亚，快来，快来看啊！我来了。你给我小心点，这疤会让我天天惦记着你一条老命。啊！发现什么了？你没闻到吗？我闻到马身上的味儿，主，是我自己的味儿吗？不是，是海草。快来呀！等一下，我有话问你。等会儿再问，大海就在前面了。雨果，有事要问你。呀！哇，雨果，速速留下买路财。你没跟他说你梦里的事吧？什么都没说。雨果，给我回来！我现在没心思闹。我也不想跟胆小鬼说话。好好跟我说话就那么难吗？你个小……起码现在好点了。阿米西亚，快来呀！雨果，叫你都不理。走了，我们可不是来赏风景的。新说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去找船，我有认识的。谁？走私贩子，走私船，省时间不正好？好啊，又是重刑犯。对，好好适应一下，这就是你现在的生活。捅了那么些娄子还想上拉库纳的话，要么坐船，要么就自己游过去。好想现在就能上船啊。看见没有，这种态度才对嘛。这种态度才对。我接着你。嘿，小心点。谢谢你。好，就不能等等我吗？你可真不轻，你姐姐没让你饿着。我就喜欢吃。嘿，
看那下面，能不能跑慢点啊？这话你得跟他说，小矮个走慢点，我们还有伤员呢。您可真体贴。哦，好多鸟啊，这是海鸟大军吗？看着像是。我觉得你可以下个冲锋令。可以吗？阿米西亚，想喊就喊，别跑远了就行。全体有力，给我冲！冲啊！部队当年要是多几个他这样的，肯定早就把英格兰鬼子打回去了。你知道战场上的事情？我以前是骑士，在吉耶纳。哦，我们就是吉耶纳来的。多好的地方！是的。你们看见我冲锋了吗？看见了，那些鸟暂时不会来了。我以后可以当兵。绝对可以。哦，我觉得够呛。长大了让他自己决定。哼，到时候再说。好像很安静。有人住这里吗？感觉没有。我愿意住在这里，外面就是大海。肯定是海鸟羽毛。是海鸥吗？有可能。送给你了，拿着吧。我最喜欢海鸥了。这种鸟这边都是叫笑鸥。笑鸥你看变成笑鸥了吧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到地方了，这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船吧？当然不是，不过得先坐这个过去。看见那墩子没？上面有根绳，你去那边拽船，我在这边推，感觉自己行不行？不知道，拽断了别怪我。我来帮你，阿米西亚。好了，跟我说声。可以，继续加油。阿诺德，怎么了？快回来！什么情况？人？啊！我操！操！他们喜欢你，看样子。差点就让他们咬死了，开这种玩笑，他妈的！好吧，得想办法开出一条路。我让他们让开。嗯，你想想上一次。这，深呼吸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老鼠不会跟过来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感觉自己好不好吃？嗯，一群饿死鬼。你别在意啊，小矮个。走这里能见到你说的走私犯。嗯，这条是近路。那这条近路有老鼠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。这样部队的人就少了，而且我们不还有他吗？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好！什么？这得有几百万只。开心了吧？那我们也得趟过去。好极了，用不着害怕。开什么玩笑，小个子，他们不是听你的吗？赶紧让他们去海里。我每次控制不了多少只。啊，好吧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那天往桥上射的就是这种箭。炼金术，加秘方。我不要什么秘方，只要火别灭了就行。你看好了。这够干什么？吃棍，跟上。
都跟紧我，咱们走。在这地方，我相信你。嘿，能不能轻点？再用力我也走不快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太紧张了。这场面我们见多了。那没什么好骄傲的。山洞一直到那头，本来要带你们走那边，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近路。对，既然老鼠来了，咱们还是出去吧。不行，我来带路，你们听我指挥。只要别死在里边就行。这一碟菜可不小。你确实不喜欢老鼠。没人喜欢老鼠。哦，坏了。什么？那是什么地方？是个老鼠窝。别告诉我咱们要进去。是的。不能进去。不进去就留在这里。反车肯定是走私贩子丢在这儿。不知道为什么丢这儿了。深呼吸，我们走。觉得我们死定了，米西亚。我说，连这小子都害怕了，真要进去吗？没别的路，途径也得进。车上火盆生了火就不用怕了。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臭气熏天，这什么东西？我身上就像有东西爬似的。这个气味是老鼠的猎物，比如人。他妈的！你说你们家以前住吉耶纳，这事不就是那边开始的？你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是你干的？他要不是故意想那样，好吧，我们当时也一样，差点丢喂老鼠了呀。啊，还没死就已经下了地狱。我不想再这样了。到了拉库那，就能给你治病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妈的，这玩意儿到底多大？可能很大。是在这边的，当心。危险人物，你也是啊！我更加危险，可咱们需要他。哎，你能下去吗？我，好吧，行吧，快，往上爬。哦。快，上来。好。你看，黄色石头是圆形。还真是长出来了。阿诺德，啊，终于！你身边有黄色的晶石，掰下来一块扔给我。好了，掰好了，听你口令。完美。光有它还不够，还要加别的东西，让它活泼起来。土硝行不行？好了，圆心配好了，我试试。阿诺德，看见那顶上的脚车没有？我一把老鼠引开，你就赶紧往那边跑。行，听你的。
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不过救了我一条命。还出不去？那个绞车是干什么用的？不知道，试试看看。这个交给你了，阿诺德。知道了。这玩意儿你是不是用得着？你不是会十字弓魔法吗？我看不行了，一个掉不了，快收手吧。走。快跑啊，阿诺德！还用你说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地上黏不拉几的，没什么东西，应该只是血，可能还有他们的屎尿。不用担心，没有危险。开什么玩笑，这靴子我回头就烧了。加油，马上就出来了。都他妈的什么玩意儿，我过来了。好，还活着呢。打了那么多年仗，地狱门口也走过好几遭，这些小玩意儿倒让我慌得跟新兵蛋子似的。在这儿得到了锻炼。你是掌管乐观的珠宝圣人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没有，没看见什么能射的东西，也没什么东西能烧这么长时间。不行，咱们必须出去。哎，有了，你给我盾牌来一发火箭。什么？会烧坏的。你觉得他怕吗？好啊，等我一下。劲儿真大。好，好了就过来，快点啊！咱们走。哦，没有问题。看好了，都给我滚！滚！咻！你看这些怂货，都又缩回窝里去了。这就对了，见了大石头就该速速退散。看见没？现在不害怕了吧？是啊，现在是他们怕你了。他奶奶的，我感觉胳膊马上都熟了。可你是大石头。哎，大石头也不是金刚石，小个子，我的身板不比盾牌好多少。仗不是白打的。快出去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我坚持，我再坚持。行了，你烫着没有？那倒没有，就是出了一身汗。咱们继续走吧。跳下来，走。这是你说的大船吗？对，马上就到了。船那头就是小娘们的老窝。小娘们？对，叫索菲亚，人称海蝎子，是他们老大。这名字听着就吓人。可比不上那些咬人的东西。等我们看见他就知道了，再加把劲儿，就到了。所以这些走私贩子有多少人？一大帮，都是他在地中海各地招来的败类。索菲亚是这些家伙的明灯，他们都把他当圣徒。真的吗？圣徒？当然不是。真的吗？圣徒？当然不是。
知道这些老鼠不大对劲儿。上岛了，可是有海浪啊！马上就到了，不能等会儿再找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把手给我。行了，我抱你过去，别叽歪了。好啊。行，上来吧你。主啊，够高了吗？你看，一点水都沾不着了。你这样的小个子，做什么都吃力。倒也不一定。
还害怕吗？不怕了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叫大石头了。因为你能挡住海浪。没错，我什么都挡得住。你的盾牌什么都挡得住。刚才没事吧？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不闹了。谢谢你，阿诺德。谢谢你。该去见海蝎子了。我知道你喜欢带路，不过我想走前头。哦，随你的便。是我他妈的。让他进来。安诺德，连吃死人的老鼠都不喜欢你。高人相助。看看啊，两个新人还不错。这是阿米西亚和雨果，小家伙很有潜力。这姐姐就，需要管教一下。那就试试看呢。你看。我看见你跟这个姑娘动过手，不用遮掩，小可爱挺好看。找我干什么？坐你的船，我们三个要去拉库纳，别的不要问。我们不行了，阿诺德，伯爵手下一直折腾我们，还有千万只老鼠拉屎撒尿，这个地方废了。我正在准备散伙。那，就你一个，索菲亚，你欠我的。那好吧，看来这是大海的呼唤。我是想休息一下，但谁在乎？还有件事。说吧。哪天我要是看见你再对他动手，你就会死。行。哦，对了。伯爵的人把我的船弄到汉雾去了。哦，大海的呼唤呢？我可没说假话，我还有事跟手下人说。你们先去村里，我船在那儿，等会儿见。好，走吧。又是每年闹脾气啥事都不管的时候了。我想这次是真散伙了。那就一醉方休，再等你回来就老样子。下的好大啊。嗯，肯定是热暴雨。看见那个光没有？那是渔村里给船指方向的点火台子，索菲亚的船就在那儿。真的要趁着这样的天气出海吗？哎，什么人？不好，在这里等我。你干什么去？哎，站住。宰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。那怎么了？我照样能解决。你说动手，我就动手。主啊，我藏在这儿，你去死吧！别欠我们了。阿诺德，去收拾这个。家里来人了。这边。
德，他交给你了。来吧，你，你过来。我只要出手就不会输。收拾这个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有人进来了，这边来人呐！这什么声音？是。收拾这个，来吧，给你个痛快。你那个伙计呢？呸，我能废为公我一个。看看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。必然是跑这边，他们跑不了了。
他交给你了，阿诺德。爷，你过来。你们都来。阿诺德，去收拾这个。给你个痛快。是。爬上来。这个地方情况比吉耶娜还严重。快到了，不远了。桃怎么样了？还没。我喜欢你的新头型。谢谢我吧。我谢谢你。雨越下越大了。是暴雨，希望上船之前雨能停下来。希望起码能上船。我告诉你，肯定没好事。就是一艘船嘛，关键名字叫阿斯卡斯，那个鱼就晦气，什么东西都给人摸进来了。去看看是谁。这边有人溜进来了，保持警惕。这就是他们在那边。
这里应该可以。啊，应该可以。就在那里，阿米西亚，我们可不可以不等索菲亚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雨果。我可以照顾他，你休息休息，不会有事，马上就能过去。他要是凶，就放老鼠咬他。好。他说那种话的时候，不用答应的那么爽快。就欠了你一条命，你什么都不欠我，这个你说了不算。行，我们起码能做个朋友，试试看吧。但估计你最后也想弄死我。气缓过来没有？能走了吗？所以这就是阿斯卡斯了吧？全世界就这一艘，希望他们没把船毁了。阿诺德，雨果呢？这儿，太爽了！你在外面干什么呢？快进船舱，都湿透了。好，去船舱。那这玩意儿得怎么下水？跟阿米西亚一起把锚拉起来，我看看怎么去拉库纳。船头有个绞车，交给我吧。好。那可真沉的。这是锚啊，船锚不沉还叫锚吗？啊，提不动了。索菲亚，估计他们是把锚给卡住了。去有绞车的浮桥那边，那个绞车能拉锁链。他妈的老鼠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让我想想。感觉怎么样啊？特别棒，这个船好棒啊，船舱也好棒，你看这些东西。船锚在船的另外一头。出发了，在哪些啊？好像不怎么喜欢你啊。喜不喜欢就一眨眼的事儿，反正他还欠我人情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当年违抗军令，饶了他一命。啊，那你上了，阿诺德。我没意见，马上就好，你弟弟就快能看见拉库纳了。但愿如此。绳索拿掉。好的。好，不错。船锚拉上来就能起航了。你挺招他喜欢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雨果快不行了。什么？他血里有毒物，只有那个岛有可能解得了这毒。那咱们就必须把他带上岛。下的老鼠太多了，得先把那些老鼠赶走。阿米西亚，要出发了吗？嘿，我怎么说的？在船舱里别出来。是，船长。得先把锚拉上来。
上去。马上就成了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修舵杆都是我到左舷那边。行，那我去右舷。嘘，这话可别乱说，很准确，但是不好听懂。遵命，船长。就为了喊一声。前那边的浮桥，那边好找角度，千万别把帆给打烂了啊！哎，船锚在船的另外一头，哈米西亚。喜欢作死啊！